从报告上看，可以确认手套上的巧克力与沈西吃下的巧克力属同一种。警方还从手套中提取到了河豚毒素的成分，可以确定这副手套与投毒有关。利州所在剧组的道具老师也出具了证明，确认这副手套是为利州定做的，而且手套是在利州请假离组当天丢失的。你怎么了？本次庭审的重点在于展示司法公正，将利州绳之以法是次要目的，所以不必急于出示鉴定报告，向公众详细展示本案细节才是第一要务。律师，如果判决下来，厉先生他会怎么样？沈总和厉先生其实都是好人，只是有些误会而已。为什么他们会走到这一步？你等一下。你没有做错，你和他们不一样，你完全不必担心出示那件物证会鼓励侵害隐私的行为，你代表的是正义，而他们永远见不得光。去吧，第一次做刑事诉讼辩护，好好表现。机关指控犯罪嫌疑人陆景和谋害维纳斯时尚公司总经理沈西一案正式开庭审理。首先由公诉机关陈述诉讼请求。我代表检方向陆景和提起诉讼。案发当晚，陆景和受到沈西的邀请
前往沈西下榻的曼尼大酒店参加维纳斯时尚公司的庆功酒会。因沈西曾在收购案上与何印有商业纠纷，且在未名时装周中力压何印服饰夺得金奖，陆景和对沈西心怀不满。此外，近期沈西受益媒体炒作自己与陆景和的绯闻，借此抬高身价，导致陆景和与沈西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因上述理由，陆景和在赴宴途中购买了一款酒心巧克力，利用车中携带的注射器与河豚毒素向巧克力中投毒。在到达会场后，陆景和将巧克力赠送给沈西，并最终导致沈西在食用后毒发身亡。检方经过调查，在现场发现了沈西指证陆景和作案的便签，认为陆景和作案动机充分，行凶证据确凿。被告对公诉机关的陈述是否有异议？异议？当然有，我可没行凶。不过法庭是律师的战场，还是请我的辩护律师来陈述。辩护律师的质疑成立。尽管如此，陆景和与沈西的利益冲突确实存在，陆景和有理由谋害沈西。三个月前，何印曾计划收购维纳斯时尚，最终却没能成功，反被维纳斯时尚利用，提高了自身估值。这一收购案严重影响了陆景和在公司内的威信，使其遭到了董事会的质疑。检方提取了何印集团资本运营部经理的证词，可以证明陆景和与沈西确实存在利益冲突。反对。除了收购案，陆景和与沈西的纠葛中还有一则关于联姻的绯闻。即便沈西与陆景和没有因收购案结怨，但绯闻的炒作依旧对陆景和及何印集团造成了影响。因此，不能否认沈西与陆景和存在利益冲突的事实。你的说辞是否有证据支撑？
反对。尽管沈西本人并未主动炒作，但实际仍造成了合印股价波动。警方并未在公民信息库中查看到沈西已婚的信息，辩护律师不要信口雌黄。沈总确实是已婚，她的丈夫是著名演员厉周先生。为了避免厉先生被粉丝扒出已婚，事业受影响，他们二人是去国外注册结婚的。也是因为厉先生一直对外隐瞒这个消息，所以沈总总是觉得婚姻没有安全感。沈总一直逼迫厉先生公布婚讯，给厉先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他们因此经常吵架。他们最近一次吵架就是因为沈总带厉先生去看病，却故意安排了狗仔拍他们。沈总想借机曝光婚讯，并借患病让粉丝们心疼，抵消负面影响。厉先生为此和沈总大吵了一架。换厉周到庭。我确实与沈西发生了争吵，但我并没有谋害他。对，陆景和同样持有河豚毒素。检方在他的跑车后备箱中发现了药物和注射器，他也具备投毒的条件。确实在红酒中投毒了，但那瓶酒
我前段时间检查出了抑郁症，情绪一直很低沉。那瓶酒其实是给我自己准备的，我是想自杀的。辩护律师，检方认为利州的说辞合情合理。在体检中心出具的健康报告上，明确诊断了利州患有抑郁症。律师的要求在开庭前就已经提出，本庭现已收到了鉴定结果，利州的病症因为双向情感障碍。患病不等价于行凶。辩护律师，你坚持认为是利州对巧克力投毒，证据何在？是打算吃一块的。我承认，是我害了阿西。我当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真的只是情绪狂躁，一时冲动。指纹啊！辩护律师，这一切都是你的推演，你指证利州拿走手机并消除指纹，是否有证据？
是他逼我，一切都不会发生。为什么所有人都要逼我？沈西也好，粉丝也好，你们都打着爱的旗号逼我，就连你这个毫无关联的律师也联合私生饭来逼我。我是无辜的，错的是你们，是你们。经过法庭辩论，本庭认为公诉机关对陆锦和的指控证据不足，不能成立。同时，各项证据显示，立州在本案中有重大嫌疑，应交由刑侦部门重新调查。本庭宣判，陆锦和无罪。真是精彩的辩论啊，我很庆幸你是我的辩护律师，而不是站在我的对立面。你们每一个人都说爱我，可你们给我的爱，我承受不起。阿西，你不是一直想我们结婚的消息，能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吗？现在好了，所有人都知道了。放心了吧。庭审结束，闭庭。没关系，这衣服质量好得很，何况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